谢谢，哇，请慢用，谢谢。哦，什么？你也比较少，有一只蚂蚁，叮咚，它录下来，快点录下来。有蚂蚁，对，有蚂蚁。哦，在吃了，啊，在拍照留念嘞，真的是，这就是好好的真相。蚂蚁是行走式调味料。嗯，哎，那个工配让鱼子酱，不是啊，那个松露酱不错。嗯嗯，好吃。哎，何俊杰真的蛮厉害的，哇，不好吧？哇，不好吧？哈哈哈哈哈！风那么大，很荒谬吗？走走，何俊杰，我就说要进室内嘛，像个追得像鬼一样。Good morning，Good morning， 嗨 对，我们今天做就是那种西式，然后炒一个青菜，嗯，米索莫斯荣。牛排，我跟你讲，这牛排、啊，而且松露酱可以配蛋跟那个。这个牛排还有再一块吗？可以再加一块吗？好像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可以两片吗？哦，应该都被郭姐夫吃光了。切小块，有人要看吗？这样子很对你胃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嗯，这牛排好吃啊。所以他们刚才为了留一点给他们吃，好吃好吃，牛排很好吃。好，那你们慢慢享受。好吃，好，谢谢。那个，那个。Great。冰美式。嗯。专业的 bartender 昨天没帮你调到酒，今天帮你们调一个冰美式。好，请享用。欸、很有样子、欸，这种摇摇的。哦，你用摇的。嗯。哦，冰美式可以。那我最难忘的其实是他们餐点。这很难得，因为我不爱吃的人，但是他的餐点真的让我很难忘。嗯，那你说其他服务属于，你看这些人就算了，我们没有受到伤害就好了。但餐点真的厉害，完食。哦，咖啡很好喝哎。对啊，哎，那我的热美式是什么呢？这也是德来速窗口吗？德来速小姐，我点一杯热美还没好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再低、啊、快好了、喔，等一下再一趟再来、喔。拍谁？德来速冲来，很像，还没来啊，一直在帮你弄，绕一圈再来。哎、欸，秀问你哦，我们等一下如果要带客人出去的话，他们现在吃应该不会饿了吧？我们要那我就带饼干给他们吃，够蛋白质，带泡面给他们吃啊，带泡面。但他们还没吃过那泡面，那泡面好吃啊。你是在厨房吃东西概念？员工都是在厨房吃东西，站着吃。来，帮你们收拾一下。哦，好亮，张不开眼睛。那、啊、你现在才知道吗？我刚刚没有。我已经瞎了，那么快。对啊，都早就瞎了。豆总。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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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谢谢。来。哦，可以哦。好啊。哎，咖啡好喝。可以吗？可以。谢谢。有用心在泡，有。我们吃饱了，吃饱了。等一下带我们去哪？我机场，请那个我们活动组跟你们介绍一下行程。嗯，你好，客人们，给你们报告一下，我们大概下午一点出发。哪里？去哪里不重要，重点是有雪服。哦、OK， 是这样吗？他们超不要脸，怎么的？不要脸，根本就不需要跟他们讲什么有雪服就好。不是，我们要干嘛？去泡温泉啊！真的、哦，泡温泉哦？是吗？现在是32度，去泡温泉吧、啊？是冷泉还是温泉？冷泉吧，温泉。啊，温泉，但你们能够露吗？重点是露什么？我们没有泡脚就好了。泡温泉穿衣服泡，我可以露脚趾头，可以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雪芙，民宿开门喽！想知道我们做什么独家甜点吗？记得要订阅我们的“光开门就很忙”的 YouTube 频道，还要开启小铃铛，甜点控们千万不要错过喽！
人服务好，然后让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十点了，来了吗？哦！哇！浩森，你要帮洗澡？我帮他洗澡吗？哇天！我真的吓死我了，他呼吸，短短，你不要从他前面。短短，快！哦，陈意涵，你有暴力倾向。他的宠物是爬虫类啊。我们刚刚那边弄那个狗的房子，弄半天。以客为尊。他们亲人吗？嗯，很亲哦。好可爱哦。他们都在吃什么？他们吃虫。希望可以做特别或疯狂的事。马上帮你安排了刺激的活动，来，刺激的活动来了。他们说希望，我们就一定要帮他们打造，让他后悔他写的疯狂这两个字。我阿杰，我怕这个，我怕这个。你觉得那野子是成熟的吗？Oh my god， 真吓一跳哎！谁？刚才说是有专业人会爬的，怎么会这么难？你们觉得是人类吗？哇，你一岁哦！我找了一个帮手过来。哎，你好。他做的很淡定。阿贝，不要弄我，我现在手都拿不出来。我根本没在管客人的，把客人都当成自己人。要把你当客人还是？现在是要打扫，对不对？我是客人。姐夫是我的秘密武器。ブロッコリーをこんなに切ってんのは人生で初めて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。Good Jin。我相信我的伙伴们。这次担任主厨，客人不用担心，因为我很爱做菜。我会当他的二厨了。你再帮我撒一匙盐吧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哦，那边啊。请听我的指令。OK OK。我们带来这个红烧鸡，是我爸爸教我的拿手菜。哦。我是负责防务。陈浩森，你上来看一下，超多鸡毛的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是美学担当的部分，想要在布置这一块给客人一些惊喜。哇，太可爱了吧！我就是负责消耗体力的活动，往下压，往下，不要让我离开未来。玩得比客人开心。你们到底是来经营还是来度假？在创造新的回忆，创造我们友情的那一刹那，从一开始完全不认识，最后我们变成缺一不可的超级团体。好听耶，欢迎光临。